你要装成装孕妇吗？还是怎样？就是那个有些人震到爆这样的意思。哦。可是你没有，你这种东西不会装得下的，放心。所以你要假装有钱人啊！你这衣服太小了啦。是啊，不可能的代志，不可能啊。就再买更大号衬衫啊。哎、欸，我家有大的、欸。对你以前有啊，拿件 Terry 的衣服给我。可是你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有我爸的衬衫啊，以前我爸留着的，我把它留下来了，我可以拿来看看。衬衫，要哪一种衣服啊？你这样就是我在 T 婆二穿的那件啊，很大件啊，我把它当外套穿，咖啡色的。干嘛？打气筒吗？三角 T。看我身躯顶就好。够长啊。你头爱掠的嘛？头先要掠。Okay. 这样的啊？不是，有那种塑胶的比较大的，比较轻。这个还比较快。那个莫打铁之类的。到时候就这样子打，太辛苦了吧？你看他真的，你好好笑、哦，我好想拍照，我没有带相机，哎呦，好可惜。我歪了，歪了。哟，还要涨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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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要爆了没？哎，爆！啊啊！好爆！哎呦，怎么还爆？哈哈哈！我这手，这有钱人，哈哈哈！会爆吗？不会。嗯，好恐怖哦！再爆！再爆喽！再爆！